得都好像是一种白开水。我们可能一下子很想喝可乐，可能想喝果汁，可是我们能够每天喝可乐吗？我们能够每天喜欢那些东西？不会，我们每天都需要白开水。所以我们现在就在喝我们的白开水，它是非常长久的，非常值得人一再品味，才是真正能够解渴的东西。那今天非常荣幸能够在这边跟各位伙伴一起分享，好，那或许有准备不足的地方哈，那真的觉得还有非常的抱歉。那如果说有什么不对，就讲错的地方啦，或者觉得上去的地方，那就请各位伙伴呢私底下来跟后学指导。那感谢护理师还有点亮师讲师们给后学这次机会，那后学就到这边做一个结束，好，谢谢大家。追求的是什么？哦，不要就这样子随波逐流下去哦。好，那讲到一个很好的重点。那我们还有没有伙伴要分享一下心得感想？哎，这么为我们青少年开的班，大家要活跃一点哦，很难得这种机会可以让我们发表。还有没有伙伴要发表的？要把握机会。哎，有没有？有。哦，好。我们掌声鼓励一下。人就是要所谓的知识长乐，不要只是一味的去追求物质上的，或者是短暂精神上的一个享受。当这个享受过了之后，也是一个空虚而已。这还是追求一个真正自我的心理的一个平静。讲得也非常好。刚刚有没有听得很清楚？有啊，就是我们其实在面对这一波一世代的来临啊，我们真的是像今天讲师讲的题目里面，要用心，要用我们的心来迎接。那我们这个心真的就是要我们应用我们那个本心，用我们那个上天所赋予我们的那个良知，那个本心来去迎接这一波的新世纪的来临，这样子我们才不会去在这物质当中去迷失了我们自己。相信今天讲师给我们带来的，相信大家感受很多，因为后学听完之后，那种感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而且
在我们道场里面很难得可以针对我们青少年来设计这种课程，所以说后学的感受很好，相信在座的各位伙伴感受也应该是不错。有都不认同，有没有认同今天感受很好？如果说觉得今天的课真的不错的话，请再给我们的讲师来点鼓励。好，谢谢。好，刚刚我们那个 ending 做得不错哈，那一首歌，因为歌词真的写得很好啊。刚刚讲师有讲到嘛，说它里面有一段说我们好不容易啊来到这边，真的后学真的说我们真的是好不容易大家可以聚集在这边，而且一起同修。我们现在我们真的是在茫茫人海当中，我们有这种机会来到这边啊，遇到我们左右邻居哈，像我们现在坐在这边，我们一生当中有几次这种机会可以大家相聚在这边，然后听到这么好的讲师来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新的分享，好，所以说我们真的是好不容易能够来到这边，好，所以我们要更加去珍惜，好要更加的肯定我们自己，好，我们听到这么好的。的一些感想啊什么的，我们哈要好好的去用我们的心去体会啊，然后好好的去审视一下，说我们未来要走的路该怎么去走，要好好的去反省哈，每天要去反省。那后学不是说来因为我们要有四十分钟的时间哈，后学没有办法说站在这边跟大家讲四十分钟的感想，所以呢，接下来的时间哈。后学有准备一些东西要给各位伙伴来做一些，该各位伙伴动手做的哈。那后学今天呢，有准备一些，经典啊，还有一些，一些名言之类的东西。那因为我们现在哈，应该有很多单位哈，开始在读经嘛，哈，还在研究经典啊，所以呢，后学就针对经典方面的部分。抽一些比较我们常听到的部分，然后截取一些出来，然后要考验一下大家的记忆能力，让大家去把这整个句子把它拼凑出来，应该不会很难啊，哈。啊，所以说现在我们就第一排、第三排、第五排、第七排、第九排单数排的伙伴把椅子向后转。好，第一排、第三排、第五排跟第七，只要是单数排的哈，请向后转。第一排也要向后转。好，那这样子就面对面这样子为一组哈，所以就是我们两排为一组，这边就一组，这边就一组。也可以跟着一起来玩这个游戏哈。那如果说好的话，我们每一组请推派一位到前面来，领一下你们要做的题目。每一组请推派一位出来。那大家回去哈，把它打开，然后你们可以先想想看，你们拿到那一组的经文应该是什么？好，大家去想一下哦。那希望后学是希望大家能够凭着大家每一个人的记忆去把它拼凑出来。如果说真的这一句很难很难，完全都没有看过的话哈，那我们后面有很多浅显哦，大家可以去问一下，没有关系。
去，那个标点符号也要标上去哦。好，我们第一阶段就先请大家把本文全部都来贴完整。在这边插播一下，刚刚我们讲是有讲到那个衣架那首散文诗，还有一起走过歌词，有没有伙伴想要的？我先统计一下人数，等一下去影印。有没有伙伴要的？好，谢谢。大家集思广益。讨论一下我们这一段在讲什么，等一下好来出来分享一下。